暫時嚟講唔好講太多 detail， 但係我想咧用呢一首歌嚟都幫你咧揾到兩個感覺，一個感覺就係話個句子由頭到尾係垂直向下嘅感覺，第二個感覺咧就係話個垂直向下嗰個 alignment 啊，嗱好似真是很諷刺咁樣，點樣先為止 alignment 做得唔好咧？真是很諷刺，雖然都是向下，但是它不是在一個垂直面上面，這個 idea 是不同的，真是很，這個就對了，好像一搭樓那樣，是一樓、二樓、三樓的關係，而不是這一座的一樓和那一座的二樓，不是這樣的關係，是 exactly 這一個垂直，真是很，那個很字要 exactly 在那個上面那兩個字的下面， OK， 是兩個概念， OK， 好，試一試這個下，真是很諷刺這個句子。其實呢五個字相對容易啲嚟唱喎，但係呢咁樣嘅一個概念啊，呢兩個概念加埋起身呢，同樣都會幫助一啲 long sentence。 嗱，好似前面嗰一句，真是很諷刺，前面呢句沒法去啟你我內心的事，喺我嘅印象裡面呢就係得兩個字嘅啫，喺呢一個句子裡面，一個啟字，一個事字，即係需要咧加壓嘅啫，其他嗰啲係大，即係話好自然咁啊，跟翻佢嘅嗰一個向下嘅線條。沒法開啟你我內心的事，嚟試一試啦喎嚇，呢一個句子，個啟字同埋個事字。個啟字啊，個腰嘅發力 delay 咗，係遲過個喉頭發力。個腰即係話橫膈膜呢度呢兩個肌肉沒法開啟，而唔係沒法開啟。OK， 係咪啊？個啟字咧，好主動啲個腰下，即係嚟呢度。是啦，有冇感觉？有。系啦，将佢成句咧，好似嗱呢度咁多嘅字咧，如果你用嗰个横呢、這个横嘅线条嚟唱咧，你就会好唔够咯，好唔够用咯，因为你每一句都要顶住佢。但如果你将佢一倒立嘅时候，一垂直。係啦，你咁樣壓落去嘅時候咧，嗰、那個氣息就會即係好用好多咯。但係你練嘅時候咧，即係由嗰啲
比較短的 sentence 咧，開始連起咯，咁你會比較容易揾嗰個感覺咯。嗯，好， okay. 好靚啊，嗯。回归这恋情书。